要去吃饭啦。哇，要去吃饭啦。其实也没有很远啦，大概就150公尺啊。对啊。可是是上坡，下雨天就很懒了。太缺乏运动了，这是太子西餐厅，哦，在太子西餐厅这边吃饭，是室内的啦。来，有拖鞋的，新的布鞋，早餐券，两张，三张，要三张啊。包括吴心怡啊，这2月8号，这2月7号，哎，为什么是2月7号？都过了，那两张先留着，2月8号的。我都过了。那是打错时间了吗？来跟他讲就好了，来，进来里面。今天七号，哈。来，走，一一来，看里面，两个，好，哇，好，好，一一走，这里是早餐的buffet。东西还蛮多的，还有果汁，只要有位置都可以坐，只要有位置都可以坐。有牛奶的开水，还可以吃稀饭，哦。哇，一大早就生意很好，很挤耶，还是被姐姐啊。你蛮爱坐啊。三位，等一下，你们要等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家人会过来。那你们家人总共是几位？8个大人，4个小孩。总共10位吗？对，所以可以分开坐没关系。那我们就这张先。